现在剧名还没有确定，因为你不知道啊，有可能技能极速法穿82/250，他刚刚买的250，他们这样子，不知道这礼拜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这女帝，嗯，那叫好火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其实我觉得多多性格好一点。哎，这烧！不上了，不上了，勾引我们呢，不上了啊！我的眼睛注视着万物。我得找他去，但是你自己跟他讲，那我也不去。我每次都宠物店去讲，我每次都是带他们去宠物店。大概多久能出去？应该拍完了之后。这十年没玩过皎月了，我天哪！我来一把。我是月亮的选择。啊！我得抓个头发。哎呀，这刀不来、啊！别再说话啊，塞拉斯这么凶，好讨厌啊！现在两个一起，后壁现在真是小气的时候。你放他下来，让他再去玩吧。他的技巧小。哎呦，我这我都死了。可惜了，哎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这怎么出来的？哦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你要不要解说？伤害有点低呀、啊，这 QE。就是。不知道怎么解说，有点懵。解说呀、啊，我教你，我的专业解说。Q 一下 ，W 一下。好的，回城。啊，回家了。我干点什么，就解说一周呗。这个吧，你要不要这个买东西？小伙子。我现在操作不了，我等下播以后可以给你换。我的炮车。漂亮！哎呀，这怎么寒冰？寒冰是 ADC 是辅助，是辅助吧？没有，是那个粉丝牌等级到三，所以你要加入粉丝牌，让他们加加牌，然后。这不还有个点心？别！哎呦，单杀可以接受，兄弟们。哦，就关注对吧？单杀。你们可以叫我潘潘。
因为那个叫星星，因为纯子是我之前在那个游戏《新手负责》里面饰演的一个角色，叫武藤纯子。然后当时因为这个游戏在斗鱼很多人在玩，当时就建了一个武藤纯子的小号，想偷偷看他们玩这个游戏的反应，结果就被大家认出来了。然后当时有学友给我充了一个会员，就变成大号了。是吗？对，后来这个 ID 就在斗鱼就沿用下来了。麻烦那个房管把寒烟瑟瑟封一下，谢谢。你看多客气，人家封一下还这么客气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房管把那寒烟瑟瑟赶紧给我封了。我往下走一趟啊，勾。先不用，先不用，我先往下走一小趟。哎呀，这有个眼儿啊！等会儿啊，哼，跟我对峙啊，努努 Q 努努。哎呀，好，可不加，我的 Q 太水了，差点意思，完了。追我来了啊！哎呀，这硬追给我追死了呀！这寒冰这堵我来了。黑 Q， 哦，没了。看来我得多杀几次这寒冰了，这寒冰有点让我生气了，这寒冰。有一点讨厌，不，他们杀入两个 ADC， 手都有点长。反干他，他后边有人，不是我干，不干他，兄弟。没有很好搞位。能打死不？杀这个，杀这个！看来不行啊！下路回家了，没事。来了，寒冰来了，真的有点讨厌这个寒冰。我找他去，一会儿我就逮到他。他不出血，我就专杀这个寒冰。你还敢不出血？我发现我也没买血。陪他来，兄弟。不用再弹幕上好了，不用管他们，不用管，我们就开心的看星星，打游戏，你自己在就好了。星星，咦，可不中了。塞拉斯，哎，哎呀，看来这管不了了，我得拆他中路了，人有点多呀。哎呀，好像换了一个是吧？啊，塔杀还行。小月负 W 负 E 呢，负 E 吧，
为什么老是要打我们下路啊？就他们为什么老是来下路？他旁边绝对有寒冰，百分之一百。哦，还是他们觉得你们下路的 AD 费比较好看。没人我就吃死，他旁边绝对有人儿。谁呀、啊、这？没人了，下路来了。这个虚弱可挺烦人呐。哎，这寒冰好讨厌啊！哎，好闪现大，哇！后边，光子拍两下，哎，可以。哎呦，这波支援，哎，还是死了，没办法。哦，打到我！真香，哎。这小炮太快了，冲的迫不及待的想杀人，他真是。先来个鬼叔吧。能 Q 到不？能 Q 到，他就能死。哎。这样我都扣不中吗？我这 Q 稍微有点问题，哎，我的 Q， 哎呀，飞了，走位一下，哎呀，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可以。天哪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哎呀，没事，命大命大。惊险，把我们小兵丢了！啊，终于买了，买双鞋，买双鞋穿起来，跑得快一点。买双鞋穿起来，跑得快一点。宝你好像有，宝你好像有一个灵药。哎，为什么这寒冰瞬移呀、啊？扣住你，定住！哦，对。哎呀，我有点跳屏，有点卡呀。扣住你，定住，给你上个礼物。不行，这电信区晚上还是卡。我的网啊！你要干嘛？寒冰玩电信区有问题。你打我吧，我有军事。累死你！累死你！嗯，快走，快走！撤吧，来人了！队友应该，对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！快溜，速溜，速溜！这人瞬移。那寒冰射大我都看不见。现在正在认真打游戏的是我的手。什么？回家路上被打了。出！好卡。白送一个人。我看你直播完要换完把衣服。哎，我的 ADC 死了。先杀的鳄鱼吧。这怎么一点伤害也没有啊！我的天哪，炮娘。
杀呀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啊，我没跟他套一，不好意思。嗯，虚弱，虚弱，好虚弱。Yes， 不是出不出辣十字牙的问题，我确实是有点卡。我这网玩电竞局还是不行。刚才一开始还好呢，玩着玩着就开始卡了。潘潘潘潘去换衣服了，他又换衣服去了。对，他觉得太不自在了，然后去换衣服去了。可能直播完要换完吧，把衣服。嗯，没有 Q 的，没有 Q 住你。科技枪，科技腰带。我两件套，其实我有点懵了、我现在有点无敌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楚。你帮你插个眼，插个眼。说好话不说吧，在后面。嗯，不用上，没事。哎，能扣到吗？不能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人，我们家少个人。嗯。哎呀，他吊起来了！啊，我的精神网开了，按错了，按成一了。哎。来个小龙可以，哎呀，努努上一波没死啊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这波可以打，来来来来来 ，Q 一个，我又没开精神，我人呢，我人呢，你看看谁有文化呢，他们可出错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忘了，没事没事，我牺牲了他们收到人头就行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反正你怎么样都比我强。你这是在排位是不是？对。那可能排位的比较厉害，肯定比你平时玩的会比较厉害。嗯。我现在怎么可能？我本来平时现在也打的很少很少的。我看你一会儿播一播的，可能妆也要卸了吧。妆不卸了吧？我觉得我现在脸都不干净。嗯。啊。嗨。那我今天穿什么？嗨。啊？什么？他们大全部开我身上。你被针对了吗？我明白也不是。应该不会针对我吧？
小一点，我穿的就是小一点那个萝莉塔的，对对对，大裙摆上来。哦，我穿的就是小叶的这套，是不是感觉好像像？哎，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像，这个头发也是这样的，头发也是这样啊，然后裙摆也是这样啊。但是它裙子没有那么宽、啊。包括那个高跟鞋，马蹄一样的高跟鞋也是像这样。你很用心的在穿上了，奈何没有那种效果。旁边在冒着的水友是谁？大家好，我是水友潘，我今天是吉祥物，你叫我潘潘就好。好像可以上，上上上！啊，你呢？完了，阿卡丽被玩死了。来，走位走位，撤撤撤撤撤，撤退撤退。我那个大气球来了，大事不妙，赶紧撤退。哦，有几场比赛你们想看哪个？有苏宁、老干爹、威武、威记。还有，我看一下啊。嗯，就是不是美的开发，是那个光没有退掉，有点傻。我瞅一眼啊。有威记苏宁、威武京东、WE 老干爹。你们看哪个？小号给我收。没有。不是我菜，我太卡了。你没发现人卡吗？你没有发现就是人漂移的吗？你没发现吗？你那有兔子的，对呀，上了上，帮我定一个。不是在不在的问题，那都漂移的，你没看他平 A 都延迟吗，兄弟？硬核武器，你没发现？这还没发现啊？我 A 兵都是漂移的，还没发现？你自己看这人 A 兵是什么样子的，你自己瞅。这还没发现？之前每次直播。只要没事情干，我就会去车里。然后他不是关键，他是这是丢包，你知道吧？他跳聘，你自己看那个小兵，我打完以后，你自己看，我都不说别的，你自己瞅。你看那皎月的英雄，怎么动的？我这网打电信局卡，晚上、早上也不能打，早上也卡。这不能打了，溜了。按照你挖抓 Q， 那这波五杀一定不能给他，小弟弟。我这晚上玩电信局有点卡，人有点飘，有点飘。哎呀，我这个 Q 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一个都 Q 不中？太惨了！我重上也没用，我要不我怎么最近我都不玩了电信局，太卡了。我开个加速器去啊！